整伤尾龙骨，施亚最惊生唔到仔啊！施亚近日忙于拍摄电影同电视剧，早前更因为拍摄动作片而弄伤尾龙骨啊！哇，整伤尾龙骨呢架嘢真系可大可小噶噃，轻则会坐立不安、周身酸痛，重则分分钟影响生育啊！施亚，你知道冇？有一啲打嘅場面啦，咁啊，之前自己唔小心啊，之前自己其實唔關打事，總之未打之前咧，我就自己唔小心咧就跳上一架車度，點知咧我就跳咗落一個 seat belt 插 seat belt 個位，我個尾龍骨釘釘咧就成個硬咗落去，即係成個人嘅重量硬咗落去，咁我就覺得好痛，我嗰一刻我覺得喐唔到，痛到，咁跟住我就冇隔一陣又冇嘢喎，咁我冇理到佢啦。咁啊唔痛喎，咁隔兩日之後咧，因為要打嘅氣氛嘛，咁打打下覺得好痛條腰，咁跟住夜晚黑漏夜就入醫院照 X 光，咁因為我其實本身諗住算嘅，因為唔係話喐唔到我都費事排隊去醫院，咁但係有人佢哋同我講，佢話嚇你都係睇下好喎，會唔會第時冇得生 BB 㗎咁樣，咁因為呢一樣嘢我好驚第時，即係關第時係啊驚冇得生 BB， 咁所以我漏夜就入醫院特登照咯。好彩，其實暫時都應該冇事，醫生。